我马上就到。好，哼哼，再见。一会儿见。最近我手机特别好，你们小心了啊。要钱没有，要人一个。好消息，好消息呀、啊！老三，怎么办？你们留我点本子行不行？肖奈哥哥。好了，换一盘。再看下去，我会吃不消。听说这家伙好像是个什么富二代。
长得还行吗？一句爱能当真，笑忘了最亲的也最残忍，难愈合的裂痕。想遇见一个浪漫的人，想看见感动不停发生，想知道我不再是座空城，能让我被呵护被放任。没有想过，我们打算出资300万购买你们的游戏著作权，我们希望你们也能来我们公司共同完成这个作品。甄总和李总的美意我们一定好好考虑。你个骗子，想尽知的怎么做就是无法快乐。老三，谁对谁很温柔，我莫名会泪流。想遇见一个真心的人，想听见一句爱能当真，想忘了最亲的也最残忍，难愈合的裂痕。想遇见一个浪漫的人，想看见感动不停发生，想知道能让我被呵护被放任。真心的人，想听见一句爱能当真，想忘了最亲的也最残忍，难愈合的裂痕。想遇见一个浪漫的人，想看见感动不停发生，想知道我不再是座空城，能让我